谢谢大家今天来这里凑凑热闹，然后有一阵子不见了。去年我发行了一个自己的第五张专辑，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是专辑里面的一个新歌。那今天要送了大家最后一首歌，也是专辑里面的一个比较抒情的歌。那希望大家今天都平安，然后很开心。这是我第一次来，有点紧张。希望大家不要介意，那希望我们每天都可以在同一个时间、同一个地方见面，好吗？好啊，送给你们最后一首歌，叫《怎么忘记了你》。Talking
dream about. 谢谢。后面的朋友 ，Hello。可是我真的傻，才害你黯淡了光芒。别担心我，是我不够好，你要找到比我更爱你的人，爱你。是你的步伐快到我已经追不上，倘若是我拖累你翱翔，愿从你生命彻底被遗忘。我是真的想独占你不跟谁分享，可是我真的傻才害你黯淡了。喜欢吗？哦，有人很激动哦！哇塞，我也感受到你们的热情，很开心。开心最重要，真的。现在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真的要活在当下，开开心心的是最重要的。在唱最后一首歌之前，我还是要表达我现在非常的开心，谢谢你们。也祝你们天天都很开心，身体健康，跟心爱的人在一起。最后一首歌呢，也是很适合大合唱，这首歌叫做《心卡北北》。
在拍我的人会发限动吗？要 tag 我，我回去会看哦。谢谢。